Hello， 又是我 Sally 啊。上次留言見到有觀眾話對 TCL 的電視很有興趣，嚟緊咧我哋都會借到翻嚟試下噶，記得密切留意啦。而家唔講咁多啦，即刻開始今期熱話先啦。天龍近日在慕尼黑音響展上面首次展出了全新的 PMA-900HNE 兩聲道擴音機和 DCD-900NE CD 播放機， PMA-900HNE 支援串流音樂功能，內建 Heos 多房間音樂串流，可以對應 AirPlay 2、Tidal、Spotify 和 HiRes 音樂，還支援 DSD 和 Wave 格式的音樂播放，輸出功率可以達到每聲度 50W， 規格包括數碼類比轉換模組用上金屬外殼屏蔽，預載 Advanced AL32 Processing Plus 處理器和大型 EI 供電，6月就會在歐洲推出，賣499英鎊，換算港紙就是4900左右。同期推出的 DCD900NE 播放器除了可以應付一般 CD 播放，更加可以直讀 USB 音樂檔，兼容 WMA、 Wave、 FLAC、 AAC、 DSD 和 HiRes 音樂，支援最高可以去到 24bit192kHz 輸出，7月就會上市，售價就是899英鎊，換算港紙就大約是8900，而香港行貨消息就有待官方公布啦。Yamaha 在慕尼黑音響展上面發布了全新的 RN2000A 串流播放機和 NS2000A 座地喇叭。 RN2000A 串流播放機的技術是由旗艦機下放下來的，搭載了大型環牛和機械式接地，還搭載 Yamaha 的 YPAO 自動校準技術，令到播放裝置在任何空間都可以發揮水準。新機還有 Music Cast 的功能，支援 Amazon Music、Tidal 和 Spotify 等等的串流服務，用上 ES9026 Pro DAC 解碼，支援 PCM 384kHz 和 DSD 11.2MHz 格式播放。而 NS2000A 就採用了 Yamaha 自家開發的專利 Harmonious Diaphragm 單元，擁有極好的聲音反應和低失真表現。兩款新品定價都還未公布，預計今年秋季就會上市的啦。据网上报道指 ，Apple 将会升级 iPhone 14的前置镜头，将前置镜头重新定义为高级组件，会选用 LG Innotek 和 Sharp 做供应商，成本就会是旧款的3倍。新镜头采用了 1.9 大光圈，有自动对焦功能，有助改善人像模式的景深效果。升级之后，相信可以进一步提升到前置镜头的拍摄和录影画质啦。近年越嚟越流行雷射电视，好处就是可以在相对短的距离投影出大尺寸的影像，对于蜗居人士来讲就非常吸引了。而 LG 就推出了最新的雷射电视 HU915QE， 最高亮度可以达到 3700ANSI 流明，可以在 7.2 寸距离投影出120寸的画面，超高亮度相信可以提供出色的观影体验。它会为 RGB 每种原色独立分配投影，确保高动态范围的同时有广色域覆盖，可以避免出现彩虹纹。根据显示器制造商 Japan Display 透露，他们在开发一种名为 E-Lip 的全新 OLED 显示面板技术，使用寿命是目前 OLED 的3倍，而且输出的亮度可以达到2倍那么多。新技术能够提升每个像素的透光比率，从以前的 28% 提升到 60%， 令到画面明暗更加分明。至于新面板所发出的热量亦都更少，有效减低烧印和物理老化的问题，预计会应用到电视荧幕、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面，他们计划今年年底开始就会推出样板机测试了。殿堂级音响品牌 Focal 和 NEM 再次联手推出全新的播放组合，以 Focal Aria K2926 座地喇叭和 NEM Unity Star 串流播放器组成，支援 Apple AirPlay 2、 Chromecast 和蓝牙接驳。而喇叭方面就用上 Focal 的 K2 升级版夹层锥体单元设计，配上 25mm 的道源顶高音和 16.5mm 中音，以及双 16.5mm 低音单元，入手的时候还会附送一对4米的 NEM NAC A5 喇叭线，官方定价就是6799英镑，换算回港纸就大概是67000左右了。以殿堂品牌来讲，定价算是很合理的了。
Acer 发布了大量新电脑产品，当中包括专攻创作者用家的 Concept D5 和 Concept D5 Pro， 可以选配16寸 4K OLED 荧幕，支援 100% DCI-P3 色域，有 HDR 认证， Delta E 小于2的色彩精度，适合影像创作的用家。显示卡方面， Concept D5 可以选 RTX 3070 Ti， 5 Pro 就有工作站级 RTX A5500。 Acer 今年亦都将裸眼 3D 技术移植去到 Predator Helios 300 Spatial Labs Edition 上面，亦都支援超过50款游戏，包括 Forza Horizon 5同埋 No Man's Sky 等等。另外，新一代 Chromebook 系列配备咗支援压感嘅触控笔，算系平价 Online Class 电脑之选啦。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条片嘅话，记得 like 我哋条片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仲要揿埋个钟仔。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